是介仲夏，酷暑如焚，纳凉妙境，莫如海滨。联华公司，事业日新，露天电影应时而生，剧场宽敞，优雅宜人，圆开不夜，火树银灯，名贵国片以享嘉宾，饮冰有失，乐酬天君，低廉座价，普及人群，招呼周到，敬雅诸君。波姑，永姑，今日就是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一号礼拜二，人一世物一世，等我的那那声答叮叮落，不觉英皇道明远游乐场，是下乜鸠系露天电影场先啦。我老早响晏昼四点前喺大马路门牌三十三号乐兴行树买咗飞，系要等到晚头黑六点钟至响明远门口买，就方有好位格啦。下一摆等我试下去翻中环电车佬门牌169号国民商业主蓄银行三楼，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播者自留处直接买飞，睇下啲位系咪好啲先。掉那马，呢间联华露天电影场向正开皮，今晚开张，每晚由八点半放到十点半，睇足两粒钟，每晚只影一场咁多多。今晚影出时装默片《衡量》，有罗明有监制，朱石伦编剧，史东山导演，唐天寿、朱飞、周文珠、叶卷卷主演。衡量个故事系改编自《聊斋志异》，话洪大业拉佢老婆朱氏本来好谂恩爱，遂在收尾洪大业立咗条相貌平庸嘅宝带做妾侍，就冷落娇妻。朱氏好谂男人，夫妻关系逐渐变差。隔篱屋个女人衡量头家好谂静，朱氏向衡量求教，衡量要押朱氏翻归先，咪够利孔大业。朱氏答应照做。一个月后，衡量要朱氏咪捻扮靓靓，要成日专心做家头细务，朱氏照晒佢之笛。第二个月，衡量请朱氏去饮，亲自为佢扮靓靓。朱氏于是变返靓师奶嚟饮，癫死人冇命陪。过时宝大因衰臭脾气啦懒到死。洪大业对佢都失晒兴趣，见返个靓大婆朱氏，唔久再爱牙宝大。夫妻和好如初。宝大睇见冇人，伤心扭书出走。呢出时装默片《衡量》得果七饼，踏出诙谐笑片《自杀合同》嚟砌够两粒钟。《自杀合同》由后婆阮玲玉、刘继群、礼北海拉过刀高佬刘玉清踩嘅，座位分成三等，一蚊、五毫主、三毫主。如果睇睇下落雨，就三日内凭飞未可以返嚟睇过。场内有间饮冰室卖冰冻汽水、雪糕、